没事，回去可以改名吧。换卡吗？换卡。太 detail 了吧？我有一点点，就是过年那一段吃的太丰富了，然后过完年之后就调整了一下饮食，吃的比较清淡一点。但过年那段是胖的很多，就很明显变胖了一些，现在差了5公斤吧。对，过年那一段有快过70，现在大概我平常大概65、66，对，那一段70几。很多耶，麻油鸡炖饭啊，然后他意大利面，确实是会觉得如果怕他的作品会失焦，都 focus 在我们两个合体这件事情上面，而没有真正看到他很用心准备剧本然后表演，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顾虑。目前也没有这个计划，我应该是说我们对生活上其实还蛮低调的，所以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。我最近在迷那个 F1 赛车的纪录片，就对于我相信对于电脑有些资深的玩家都很在意显示器的呈现，所以对于速度感还有颜色表现都非常好。小时候会，现在不太好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正在工作，所以如果晚睡什么会不想要影响到他的作息，就是希望他就两个作息接近一点点。我觉得还要安排时间，因为我们两个对工作的时间都还蛮紧凑的。他也连续拍了好几部戏，所以我觉得会再安排两个时间比较合适的时候，还有场地，还有就是有蛮多戏这样要讨论。会拍？会。我们两个到目前为止工作的时间都怎么说？他在拍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比较不那么忙，那不管他杀青的时候就是我又进什么，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彼此都在各自的工作，觉得还是要安排一下 schedule， 但是因为遇到都是很好的剧本，也不想错过，所以还是会继续工作，所以我们就要找彼此工作的空档来安排婚礼的时间了。目前还没有收到一些剧本，最近都在读本，电视电影都有。我确实是比较少用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太长，可能一个下午你知道自己有空闲的时候，手机拿起来看，一下子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不见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。所以我确实近几年都比较少用。是的。没有，我也是跟你们同步看到的，因为我没有滑手机，比较少上那个社群媒体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发。但我觉得蛮好的。让他来跟大家保持，好像我还在的，要不然
现在没有社群媒体，会觉得这个人是不见。因为我几个朋友说你最近在干嘛？我说没干嘛。他说那你怎么都不用 IG 或脸书？我说我本来就很少用，只是这几年更少。那你都在干嘛？最近看剧本、小说，然后开车、喝咖啡，就是早上起床，开车去平溪石粉，去山里面。对对对，那去吃早餐，去喝咖啡。因为我觉得开车是，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是看电影、听音乐，有些人是画画，就是有一个方法让自己脑袋关掉，要不然有时候会很多。脑袋不关掉，其实有时候很累。然后刚好我的方式是开车，就是专心的开车，就这样子简单。慢很慢，是兜风的。啊？他有工作的时候不太会。有时候。对于小孩的计划。顺其自然。多一点吗？应该说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，然后我相信应该吧，就是结婚后的人都会想像自己有小孩的生活或日子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要有压力，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，他会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。我觉得就是陪伴的，因为在情绪难过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话语太多太多话语，其实是应该是说，其实你就是静静的陪着他，他就会感觉到。沙拉，然后少淀粉，就真的是就是尽可能的把。摄取的热量降低，热量，对，一点点吧。我觉得主要还是饮食，对，然后甜的东西少一点，糖的东西少一点，淀粉少一点，不会。应该说安静下来不会不舒服，不会尴尬。但是要聊的时候也是蛮多话可以聊，像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就会一起讨论这个演员怎么样，刚刚看到了什么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会这种话题蛮多的。会。洗碗啊，洗衣服。对，还是会。昨天把厨房弄干净，然后把东西整理好。但我觉得他在忙的时候，让他回来觉得一个干净的环境是舒服的，妈妈。网购比较多。什么妈妈没有了？对，没有了。对，而且有一阵子我还想跟他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买菜网，然后发现他东西越来越少，结果后来我最近没有。对，没事，回去可以改名吧。太 detail 了吧。